总统府爱丽舍宫，现任总统萨克奇为一个来自东方的老人颁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这位老人就是范曾，他也是中国书画界第一个受此殊荣的人。范曾1938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范氏诗文世家，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提到范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画。范曾这个画，他的这个一笔，他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正对。他这个，比如说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达摩那个背，这个一笔下来呢，你看了以后觉得非常舒服，这就是最正确的一笔，不是直的，不是弯得很厉害的，恰到好处。能达到如此比例，并非一日之功。受父亲的影响，4岁时的范曾便开始习画。一笔、两笔、一笔，就三笔啊，一幅啊，一个乞丐，第四笔一个蒲团。我说好玩，我当时就画画，满墙壁的都是佛。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范曾最早的绘画作品。名为《闻鸡归汉》，这是1962年范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当时呢，我画蔡文姬的原动力呢，是因为我在人民艺术学院看到他的《蔡文姬》这个话剧。当时呢，文姬夫人啊是朱琳演的，啊，董氏呢是蓝天野演的，这部戏演的好极了。那我当时感动。我想对创作者呢，我怎么能把我自己史学上的知识和艺术考古学上的知识通通运用到我的绘画上来，我选个闻鸡归汉，因此这个选题呢就这样就决定了。画完以后呢，我呢就想拿给郭沫若去提提意见。历史剧《闻鸡归汉》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的作品，能不能得到这位文学巨匠的指点，范曾心里也打鼓。过了几天，王廷芳来电话了，讲郭老不仅非常欣赏这话，还给提了首长诗。我作为少年来说，我也大喜过望，就跑到郭老家去。郭老出来呢，打开我一看，上面提满了，提了24韵48句长诗。我当时非常感动，我非常谢谢郭老。郭老讲，不，你呀，以后有好话你再拿来，我再给你提。让大众真正认识范曾的是他所作的鲁迅小说插图集，这是一组白描作品。创作这组作品时，范曾正重病在床。我当时血色素5.6克，不到正常人的一半。住院以后结肠切肉，在输血的过程里，我就想我可能要完了啊！到今天啊，也练了一身的本领，留着东西下来吧。我想我对鲁迅的小说读得比较认真，鲁迅小说不多，我说我每篇啊画几幅画，我在医院里画。在范曾住院2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44篇鲁迅小说白描插画。数学在手上插个管子，但是不能画，我说其他地方也可以插吧。
他脚上很差，不要疼啊，不要疼，我不怕。哎，那么后来就插在脚上，一个脚呢是怕动啊，刚才有个板啊，绷了个带子扎着，他就动不了了啊，手呢就自由了，就这样滑。现在国内出版的插图本鲁迅小说的插图集，完全是用我的本子。现在我看，我还感动。在范曾的绘画作品中，钟馗、老子和儿童是经常出现的三个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钟馗，让范曾名扬天下的也是钟馗。1977年，在文革结束的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上，范曾在人民大会堂即兴用20分钟完成大幅泼墨《钟馗凝视图》，以喻正气伸张。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此事。范曾的钟馗，正义，而且还有善良，还有一种喜悦。1979年，范曾首访日本，他所做的钟馗也一同被带到日本参展，由此范曾的画作开始走向世界。これは何を選んでると言うんですか？这个可能是他发现了一个，或者深山里面或者老林里面有个妖魔啊，他这个手呢就捉着很快抓去那个姿势啊，要抓去这样的动感。好，感銘の強いだったわけだ。ぜひとも料理のね、師範として、将来の私さんとして、礼を見せたいと。范曾不仅热爱古体诗赋，他也创作古体诗。在他所作的《庄子写灵记》中，范曾将屈骚汉赋、唐诗宋词、戏剧套曲及自由体新诗等融入一炉，表达了他对艺术的诸多观点。炎黄赋是范曾平生创作的古体诗赋中投入激情最多的一首大赋。这个99个标点和480个字完全不是自己设计的，它天然形成的啊！我为了写这篇赋所花的力气，可能比我写那几万字的论文时间要大要多，因为它这481个字要概括中华5000年的历史。这样一首长赋，范曾只用了一个早晨便创作完成。续之既久，其发必束。对炎黄，我对他的了解，我对诗词本身的了解，我写这种赋体文的一种感受，如果但是写慢了，还写不出这样的气质来。除了画、书法、诗词外，范曾也喜欢创作散文。至今，范曾仍保留着每天晨读的习惯。在这间大书房里，装载着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精髓。他喜欢读中国的线装书，也喜欢读西方的古籍。诗词、歌赋、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无所不读。
对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尤其钟爱。同时作为一个画家，他的作品也相当丰厚，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季羡林曾这样描述他对范曾的认识过程。了解范曾有个三部曲，第一部认为他只是个画家，第二部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部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中国的文人呢，他都有一个对时代的忧患意识，他总是有一种对祖国的一股千古之诗。这个千古之诗，它是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那么他离开这样的思考，这个知识分子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